们是江南四大才子，兄弟齐心，齐力断金。哦，今天有什么表演啊？一蓝梅三局五夫妻，好好照顾皇上。美女，真来了！天平，你打死你！江南四大才子之首的唐伯虎，号称诗画双绝，文武兼备，给我文房四宝。但他当中却有一次不为人知救国救民的英雄事迹。